我不动，不可能，一动不动是那啥。那么烦。哎呀，赶紧回屋睡觉了。我不睡。那你要睡不着的话，你就搁这睡呗。你陪我啊。那 你看啥电影吗？我给你找一个。我不看，先跟你聊会天。有啥唠的？赶紧睡觉吧。我先回屋了，拜拜。我床呢？哦，让我卖了。卖了？为啥呀？我觉得它挺不得劲儿的，就给卖了，准备换一个。不是，那我住哪呀？你住我这屋呗，我这屋床大还舒服。哈、啊，不太好吧？我住你这屋。那有啥不好的？真的，你是我从家里出来这么多年，你真的是对我最好的姑娘了。真的吗？实话。那你愿意做那个一直都对我好的女孩吗？那你准备一下子，准备好了咱俩演习。准备一下，准备什么？演习什么？就是我叫你，然后你答应我，找一些感觉。啊，那行，来吧。那妈。啊？那个妈，你去给那个房子收拾一下，我喜欢喝椰儿。这不让我进了你。哎，出尔反尔，善变的女人。